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有一个话题，讲台湾台语还是台语，爱叫做台湾闽南语。我的母语爱叫啥名？讲是闽南，这是伊正名。那么偏偏台语两字蒋介石甲陈诚嘛用甲真是惊。台语台语，你家己想要叫啥物名？今仔日咱来讨论。来，首先召开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台湾语文学系副教授刘兴贤。大家好，我是刘兴贤。那么第二位，政大台湾史研究所兼任教授王嘉音。大家平安。那么第三位，阿草总编辑赵汉俊。大家好，我是汉俊。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台师大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兼任主任。柯慧如，柯教授，大家好。那么首先，咱来关心这个话题到底安怎来的？教育部公告，讲要把闽南语认证考试改名变作台湾台语能力认证的考试，在60天的预告期内，会收集民间的意见，上紧9月份就会正式来改名。另外，今年8月底进行。教育部嘛会陆陆续续，甲公文网站、甲词典等等的台语改过来。啊，那甲课纲的部分，会照文化部针对国家语言名称有了共识了后，再来改。针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甲台语叫做闽南语，引起真侪讨论甲批评。今年5月，民进党立委陈培如甲张亚林伫立法院质询的时候，都要求教育部要积极改正。原来教育部伫顶礼拜总算有公告讲，要甲原底的闽南语能力认证考试来改做台湾台语能力认证考试。依行政院核定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函释，全面检视并修正对外使用国家语言名称，应参酌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书面用语有关规范，优先使用台湾台语规定办理。教育部表示，照行政庭司法的先有个60天，上紧伫9月都会甲闽南语认证改名做台湾台语认证。原来伫这60天中间，我那是会收集民众意见。咱的台语应该是福建。福建话衍生而来的，所以讲无迄种啥物台一定爱分白讲台语啊，还是讲闽南语啥物，这无这种就无这种必要性。因为闽南这个名家就是中国南部嘛，甲咱台湾较无关系啊，应该是甲正名。叫台语安尼较好。咱讲台语是较习惯，啊，讲闽南语较像国语直接翻译过来的感觉。教育部表示，考虑到语言政策的一定性，已经规划伫今年8月底进行的完成公文书、网站书等等等的台语正名，也来甲课纲有关联的部分，也是第二阶段来做。针对国家语言名称的部分，教育部是强调会根据文化部的具体建议和共识讨论了后，就会来修改。也来文化部7月至10月会伫全台湾举办国家语言发展会议，7月27日第一场就会来讨论到台语正名议题。记者陈阿酸、谢桂林台北报道。咱他看了这个新闻段吼，在场三位来宾哦，可能线顶的柯老师吼、柯主任来看到，这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吼是教育部中心书的科长。咱台语的这个职掌主管的单位是一个中心书，中心书应该是跟中心学习有关的，所以意思是讲台语是属于中心学习。哦，啊，唔是客家有这个客家委员会，啊，这个原住民有原住民委员会，啊，这个奇怪啊，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哦？我先请教着柯主任哦，柯老师。是。嘿，来，你先跟这个，你会当先回答我的问题，还是讲你放伫先后面，你先来讲吼，讲，咱这个台语吼，这个主张，吼。噶即马以前一直叫闽南语，也有讲吼，其实阮头也找了真侪资料啊。即个吼教育部吼，而且是文化部咧规范讲，啊，你要叫啥物
名吼，我上好吼，甲你建议讲优先啦，你就要叫吼，台湾台湾台语，啊，无就叫台语，啊，优先啦，啊，不过恁吼家己也是会当主张讲，恁来依照恁家己的这个情形吼，恁会当家己去变卡，啊，到底是要？到底是有规范啊，无规范？柯老师，像哪一种情形啊？好，各位观众朋友吼，你若是讲你厝内无囡仔，唔是咧这个学校的人吼，差不多五十几岁以上的人，你去想看卖，伫个你少年的时阵，这敢是一个议题？咱就是自然讲这个话是叫做台湾话，还是台语？啊，虽然咱知影咱电视拍开，就甲咱讲闽南语连续剧。啊，但是除了这以外，其实咱普通生活的时阵，咱拢是讲台语，还是台湾话。啊，但是咧，教育部伫个即个2001年开始咧，咱有即个本土语言课吼，伫个小学开始，就是咱的即个国民教育内面就有即个课。好，啊，即个课就爱予伊一个名，迄个时阵台湾话就变作闽南语。啊，到今已经20几年啊，所以你看。诶，认为讲台湾话甲闽南语，这是一个议题的人，差不多真侪拢是较，就是这段时间较有咧接触这个议题的人。啊，若差不多50几岁以上的，大部分较无咧思考这個，吼。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闽南语这个词，这个名是硬加起来的。台湾话本来就是叫做台湾话。啊，搁有一个上简单的，即咱若卖讲到遐尼侪吼，咱来讲一个上简单的，就是讲。因厝内闹较侪岁人吼，8到70岁吼，你甲即个闽南语三字写吼，伊请伊用台语念出来，真侪人因为念甲种爱叫，因为即个词就毋是台语的词。吼，啊，过来就是讲啊，是安怎2000年迄个时阵要用即个闽南语呢？再转去到咱即、這个改良迄个时阵，改良以后呢，大家开始有台湾人认同，啊，所以呢，就有人开始讲，是安怎恁这个语言合作台语啊？阮的语言都袂当合作台语，啊，所以甲台语这个字对，台语这个名变作一个字对。但这个语言伊本来就是咧台湾，而且这个台湾话这个名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是这个所在80%左右的人的母语。啊，咱举一个例，譬如讲西班牙，西班牙有语言有足侪种，但是合作西班牙语的就干那迄种，而且伊母语人口差不多70几%尔。啊，咱慢慢袂去怀疑讲。像那其他的语言无做西班牙话，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无足复杂，就是甲大家以其他的角度，和这个代志变复杂。所以有人讲，拢是咧做意识形态，才会要甲伊改做台湾话，唔对，应该是因为意识形态，所以台湾话去宏改做闽南语。所以朱林月意思是讲，有意见的人其实是家己挂一个优秀的目镜来看这项问题。就是主炸，譬如讲，咱这50几岁，甚至像王老师也有比我可能较侪几岁啊吼。拢其实，我以前就是袂使讲台语，吼，啊，就罚钱，吼，安尼。但是吼，柯老师，我所知，譬如讲1945、1946的时阵吼，阮有去找到这资料吼，蒋介石甲陈诚吼，吼，因。在这个国家国际推行委员会，甚至甲这个教育部内面，伊嘛讲，你这叫台语啊，吼，伊嘛写这个册吼，顶头阁开始写台语啊。小等王老师阁会当甲补充一下，在历史上哦，在哪形成？迄老师，你会当甲咱讲看卖，这段时间1945、1946、1947年，一直到闽南语出现这个时。这中央是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其实你若是要去看1945、1946年，我之前有去查迄、那个报纸资料库，上早是到1951年，迄个时阵报纸顶端确实就出现闽南语这个词，但是大部分的时阵还阁是讲台语哈，就是讲你若去比较台语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迄个闽南语加足多的，所以啊，是安怎有闽南语这个词？当然就是迄个时阵的戒严时代，希望大家会当甲。一个做中国人，吼，所以要甲台湾的物件甲中国连接，所以即卖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就是戒严时期叫大家做中国人，所以台语袂使叫台语，啊，戒严以后大家想要做台湾人，啊，所以台语嘛袂使叫台语，吼，这就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
啊，我等来讲就是讲，伫戒严时期，虽然你去互改做闽南语，但是因为迄个时阵，台语即个词、即个代志，伫公共领域其实无啥咧讨论。所以虽然去咧即个有诶文书内面会改做闽南语，但是大家无啥意思，所以。你改也好，无改也好，大家阁是讲是台语吼，所以你会当看到讲，迄个公文书有当啊写台语，有当啊写闽南语。但是到迄个九零年代以后，就是我拄啊讲的改革以后，大家想要做台湾人，大家有这个台湾人意识，但是说把这个语言的代志，把这块代志呼，把这个呼呼到顶吼。啊，所以你会看讲，那去看迄个频率，九零年代以后，台语还是闽南语，这个出现的频率拢是这个。数控年代、五控年代几廿倍，吼、啊！你就会当看讲，大家就是咧讨论这件代志。啊，过来就是讲九控年代，大家才因为想要做台湾人，啊，开始有人，我相信有人出来反对，伊正经是好意，伊毋是挑工挂优势目镜，只是讲伊一开始挂起来，迄就是有事的，啊，伊毋知影迄个目镜是有事的。啊，对，所以但是一开始一定是有人家己个目镜擦失去哩，吼、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讲。语言的名的代志无遐尼复杂，这个语言伊本身安怎称呼伊家己，就是安怎称呼伊家己。譬如讲英文就是叫做 English， 啊，咱台语就是自称就是叫做台湾话。嗯，是。老师，咱因为讨论才一开始哦，可能有新加入的观众朋友吼，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名，甲名吼，有人讲我不管伊叫什么名。即、这个像迄个 Shakespeare 讲，即、这个吼、哦、Rose 有足侪名吼、哦，但是有一个名就是 Lulin 吼、哦，还是 Lulin 足侪名，伊个名就是 Rose 吼、哦。啊，不管如何，你安怎看，伊叫啥物名，我就是知影讲即个实体，即、这个就是即个语言，所以名安怎无重要，敢是安尼？无名安怎真重要，无是安怎人去入去加入伊个名都爱互提起，因为伊无爱。无希望你有主体性，特别是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认同，国家的认同上有关系的迄个语言的名上重要。无像那台湾台，还是讲台语这个名，伫个战后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就要改，啊，过来九零年代要搁改，啊，即马要改又搁足侪人的讨论，表示名是一个足要紧的代志。是。那么注意，这刷落来就是产生其他的问题，就是讲啊，那啊对啊，啊你要主体性啊，你叫台语啊，啊阮其他客家，还是阮原住民，阮嘛要钱入去，啊，这是后手的问题，咱先来讨论哦。我想要请教咱在这里另外边那边老师哈，老师，他昨柯主任所讲的这个问题哈，来看有历史所留落来，哦，小蛋王老师也当小来讲。刷来就是讲，但即马是安怎教育部还是文化部？所以，即主管的单位是中心书、中心科，还是即到底是怎一回事？是无人管吗？还是讲无呢？因为一定爱大家啊，话教喏啊，有教喏，所以爱藏伫中心书。这是现在算是说台湾的这个语言的管理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台湾目前为止并无一个主管国家语言的机关，啊，变作讲客语的主管机关就是客委会，然后啊，原住民族语就是原住民委员会，啊，台语咧，台语无任何委员会，啊，所以就是变作踢来踢去，吼，啊，讲啊，有诶，交文化部管，啊，若是甲教育相关哦，教育部管，啊，教育部讲，啊，歹势，阮教育部内底都无一个书，无一个单位甲语言直接相关啊，啊，无就互一个中心教育书来管啦吼。所以外口有人咧批评讲，啊，恁即个河洛三分主义，我讲毋是，阮即个河洛吼，上届社会主义啊，因为社会主义，就是阮啥物拢无吼。你看即个客委会吼，原民会一党诶，预算拢是数十亿个吼。台语唔难吼，一省专门学台语在做学证的都无，连一个主管单位都无，像迄个一粒迄个球安尼踢来踢去。所以我想话下底遐就是显示出，即马这个状况，台语实在是一个足奇怪一个这个处境啦。对，咱要讲伊爱卖嘛唔是，你讲伊强势嘛唔是，但是你讲伊弱势，啊，又果是最多人上最人在讲的话，我做他都我看到这个公文啦，就是讲有人去问。教育部哎，文化部讲，阮到底
应该爱安怎号咱这个名？伊讲吼，应该尊重吼，这个既定的法令吼，会用语的名称，比如说客家基本法、原住民语言发展法，所使用之客语原住民语言。那么所指的优先使用，是讲吼未来在同一个文件吼，同一文件当中，为求一致以及整体性。会当参照使用第一组书面建议用语，譬如讲台湾原住民语言、台湾平埔族语言、台湾客语、台湾台语、马祖语、台湾手语。好，但是第三条伊个注意咯，伊讲各机关可视实际需求以及语言环境斟酌啦、斟酌啦，哈，使用国家语言发展报告中。所列举各种书面建议用语，也是，也就是讲，你会当照你家己的意思来讲。啊，这文化部这到底是安怎来？这个做法，我想就是真简单啦，就是因为民间足侪人啊，无共族群的人看法无共，啊，伊无想要。伊瞧袂，得失任何的人。吼，啊，所以即马咱也无出声，就是哦，那都名都固在人改来改去就对了。我感觉这个就是安尼，就是讲变成讲的政府吼，伊杀无一个原则啦。这个代志处理到一个原则，讲啊，这个语讲这个语言的人，伊认为家己的语言叫什么名啊？历史上超过100当叫什么名啊？结果伊唔敢主张，伊感觉讲我安尼讲吼，我嘛无想要驳回啊，我都拢卖得是啊，就列一个清单给恁，啊恁家己去讲吼，啊我拢我什么拢无讲哦吼，啊所以恁若讲啥，跟我都无关系啊，我嘛不爱负责吼。我感觉这个政府这个态度其实不是太好。王老师，你敢讲吼？反过开天以来，吼，但趁这个机会，老师你敢讲一下过者吼？好多话，闽南语、台语，这历史上出现的这个前前后后，这是安怎来？我想哦，也未讲这个前前后安怎来进行哈？咱大概一个。共同的知识是讲，那讲台语，讲台语，唔是讲现在人哦，现在所谓的讲漳州人甲泉州人，因家己要独占。你知影？哦，像他有合作合作话，我嘛短则知影有做合作话，这个用语。你实在讲唔样？哦，我囡仔实在较听我咧讲台语。对啊。好，啊，我讲台语唔是讲家己要讲。好，你若看历史吼，看历史资料。台湾这个人，伫清朝文献、伫明朝，顶下是清朝文献啦。伊讲住伫台湾这个人，号做台湾人。啊，台湾人就迄啥，无包括原住民啦。因为照中国的因的语言，人是，敢有较有文化吼，啊，若无文化拢烦啊嘛。哦，啊，所以人咧讲，住伫台湾的人，因所讲的话，你来看清朝文献。因来讲咧台湾土话，清朝都开始统治台湾，因就将台湾讲台湾人讲台湾话，啊，哎，十七世纪就是安尼啊，十七世纪就有啊。我即足清楚，你来只要看咧吼，看我从即个啥，啊，原来讲台湾人伫孔乙年代，吼，伫孔乙年代就有啊吼。嗯。啊，佮包括啥？包括你个出现之间，人家较早。伫乾隆时阵，都伫乾隆时阵都啥？有讲什么用台湾话语？吼，台湾话语啊，清朝人伊就知影讲台湾话和福建的话是有同款的所在，有同款，啊，唔是完全同款。吼，啊，所以唔知讲，拄开始你看已经足清楚了吼。咱讲台语是外来的称呼，清朝安尼讲，啊，所以日本人嘛安尼讲。有。哦，啊，所以唔知讲啊，见老你都讲蒋介石，啊，伊嘛咧讲，对哈，啊，做这称呼，人家台语是几啊百年来，啊，几啊百年来外来安尼叫，安尼感觉讲安尼卖会使，啊，所以咱变讲怎好做学你台语，咱啊，但是因为台语本来有一种，那只为人观点台语较无水准啦，啊，哦，啊，做为人不要紧啊，我讲的话就是，啊，无准无水准，干无水准不要紧啊，啊，伊就讲无水准做唔得，发明一个好多话。哦，那个葫芦为这名，葫芦就因讲台湾人自卑吼，嘿，
啊，都发明一个啥，或者河洛话，讲是倒只黄河甲落水来。哦。啊，出现的啥？迄出现的时间嘛足晚。哦，嘛足晚呀。嘛足晚，包括闽南语。好啦，我想一般大家知影讲，拢是到1930年代有语言学家入来哦。但话这是闽南片、闽东、闽北，啊，迄嘛是学术界咧叫的。啊，所以你知影，我闽南话蛮广嘛。一般民间咧讲。哦，我断了再讲，啊，所以我来写文章，我拢写啊，无你讲闽南，我无到我咧时代，我来接受政府。啊，我现在讲闽南，我来甲将闽南语的闽甲改做啥？亚闽的闽。嘿嘿嘿。哦，啊，迄种台语性早，啊，河洛话，啊，是讲这个啥？哦，我所理解，哦，像我囡仔时代都无咧听着，啥物叫做河洛话，啥叫做闽南话？哦，啊，我做一个小结论，就讲，那真正迄个啥？讲客人啊，是讲关注家己情况喏。那只讲讲穿话人，因古早因家己自己袂讲，阮就是讲台语啦。因来讲，阮讲人话啦。哦，人话，我讲人话。哎，所以你若注意看，包括菲律宾遐华侨，伊嘛是讲，咱讲咱人话。咱人话。啊，唔难呢。我从1980年就去中国厦门佚佗。慢慢出出来做调查，啊，闽南的讲话，啊，讲我一个啊，我爸上听来讲，哎呦，啊，这少年他也要讲咱南话，哦，哎，我爸上讲我他也要讲咱南话，啊，所以是讲咱南话哦，咱南要讲台语，一般家己自称是讲咱南话啦，啊，等下讲咱南话，啊，变独占性，我比台语个更加强呢，哦，咱南话更加讲其他拢是特生咧讲的话啊。那不是人讲的呢，拢华南话哦。好，老师啊，佮有传这个菲律宾的这個英文的资料吼。稍等一下，好，老师佮来讲另外一趴吼。所以来安准，伊哩算作少年辈吼。你开始会晓讲台语的时阵，就是怎讲，这个叫台语，还是迄阵时就开始有闽南语、有河洛话，安尼掺掺做到掺南南做话。对，迄个时阵基本上厝里的人就是时代，譬如阮是啊，我台湾话，但伊是阮阿嬷甲我教嘛，伊当然嘛是像老师安尼拢是讲台语台湾话。啊，闽南语这个词基本上就是你去学校开始出现伫讲课本内底学出现，而且我原底是甚至唔知影讲哦，读闽南语安怎读，伊拢讲闽南语嘛，就像有个人讲公司的中道新闻，伊拢讲中州新闻，你基本上袂听到讲台语人用。闽南语这三个字啦，伊迄拢是用华语咧读闽南语，啊，你就会知影讲，即个词原底就是即个华语的体制，强加要甲讲咱台语袂当叫做台语，恁来叫做闽南语，较安尼来嘛。无不然用即个语言的族群社群，啊，是讲规个台湾社会拢无咧用即个词的啦。是，但是他都延续即个问题，就是讲啊好，咱会当来使用即个用百几年的即个词叫做台语，那么。即嘛社会上，即讲客语的人，还是讲原住民语的人，伊嘛讲无咯，我嘛想要地界无啊呢，啊要安怎？好，即、這个问题我感觉会这样分，就是第一个是开头两位老师有分享的，就是原底台湾话台语伊为历史，伊本来就是无包含，甚至台湾人这三字，即摆讲客人原住民，还是讲所谓外省人，甚至一寡新住民，不管伊是为东南亚还是美国来讲，我拢要做台湾人。不过咱必须要转去历史，对台湾人即个事，原底就是无包含遮个人，就是敢若讲台湾话的人是台湾人安尼尔，啊，即、這个事实。咱来承认好清，啊，今仔讲好，大家介意这个事，大家拢要来做台湾人，会使，那会当讲介这个事好好啦，大家认同这片土地的人来做，啊，唔过袂当讲变作讲，安尼恁连台湾话这个事拢袂当用，恁连台语这个事拢袂当用，安尼变作是天地颠倒病嘛。啊，个第二个问题是讲，因客人感觉讲，凭啥物恁？就讲原住民讲，凭啥物恁讲恁讲的开始台语，开始台湾话？啊，这足侪人咪咧听。譬如讲，今仔我袂当走去甲台湾大学讲，诶，像我讲，那恁台湾大学叫做台湾大学，阮其他阮正台湾师大都毋是台湾的大学呢，恁袂当叫台湾大学，恁来改名。台湾大学甲台湾的大学是两个概念嘛。譬如讲，咱伫台北嘛，有台北大学嘛，其他伫台北的学校，敢会走去甲台北大学讲，恁袂当叫做台北大学，台北也毋是干那恁一间学校。诶，韩俊，你讲较慢呢，可能观众朋友小可头脑爱少细一下吼。伫台湾的大学，甲台湾大学拢是大学，但是一个是专有名词，一个是普通的职称，对，安尼意思。所以，但是伊若讲无喏，当你咧讲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时阵，
你讲的到底是台湾的大学，还是台湾大学？对嘛，所以讲，咱讲台湾话，也是甲台湾的话，就是两个无同的嘛。就是咱讲台湾大学甲台湾的大学，就是两个无同的概念嘛。那今仔话做其他的，就会当了解台北大学、台北的大学，就会当知影这是两件无同的代志。先我今仔话做语言，就爱甲人做伙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讲，就是一直咧讲的嘛，名爱对伊的主人。阮讲这个话的人，就想要用这个台湾话台语这个名词，先我就一直爱。就是迄个时阵，柯老师嘛讲，迄时就是1967年，佮在咱出版嘛，1973年，互人硬改嘛，啊，即个名就互硬改做安尼。咱今仔只不过要佮改正来，咱原地使用的名，是安怎袂使？我佮想要举一个例来讲，就是讲，过去应该差不多10年嘛，有拍一个电影叫《赛德克·巴莱》嘛，迄是赛德克族因的迄个语言，因意思是真正的人。我今仔若走去甲赛德克族讲，我嘛是人啊，我嘛是真正的人啊，你袂当叫做赛德克族，你袂当叫做赛德克巴莱，你安尼独占这个词，大家感觉我这个人足奇怪嘛，莫名其妙。先我今仔甲换做台湾话台语，对产生一寡问题。先我咱就变再去顾虑讲，人感觉我用这个词家独占，所以咱袂当用咱原地的家己咧使用的名。即、這个我感觉即个点台当属何况来。小等三位吼，啊，各位当来继续我要先请教到柯主任吼，主任，拍到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讲，咱今仔日要来学这个语言的名叫台湾话，然后客家或者原住民，甚至台湾手语啊，我无咯，我这嘛是台湾，这顶无啊，我嘛要爱来滴。老师啊，这边那啥，这政策上要哪来铺排咧？好，这个政策其实要倒转去到，嘛是到这个改严的时阵吼，因为咱迄阵开始感觉讲，咱来这个恢复咱的母语吼，所以台语、甲客话、甲原住民语拢绑到顶去啊。但是实际上，台语唔是族群语言，啥物叫做族群语言？就是讲我是啥物人，所以我讲啥物话，而且这个啥物人、啥物话，唔是伫个国内面是讲。不是国的名，是讲一个国内面的这个族群，好啊。但是对台语其实本来是跨族群的语言，所以大家去看，恁去思考一下，较侪的这个客人也好，原住民的朋友也好，大家咧演的阶段看到，因其实真侪因拢是讲台语的嘛。我咱想看卖，过去够台湾够有这个秀场的时代，咱敢有听过秀场是客话咧做，那嘛是讲台湾话咧做秀场嘛，哈。好，所以这个政策我感觉上要紧的就是讲，咱应该爱认和清楚，台语是共同语，哈，共同语就是讲，伊唔是虾米族群的语言，伊就是台湾人共同的语言。啊，你想看，我大家若唔知影共同语，我咧讲啥，咱搁想换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讲，假使中文无来台湾，假使伊出境后，咱台湾就独立吧，起码中文咧做的代志，应该是台湾话咧做。咱咧学校上课上自然，咱互相拄到人讲话，就是讲台语，吼啊，台语就是上普遍的语言。啊，伫咧这个情形下，啊，咱要保存的吼，要这个复进的是族群语言，就是客话加原住民语。即卖情形是因为国加一个中文加入来，啊，咱讲台语的人拢无去意识到讲台语的共同语的这个地位去互提起啊，啊，家己就一直加。客话甲原住民语言拢绑到顶，或者本土语言，也是讲或者母语吼。搁较早的时代，即个语言拢互绑做或者方言，啊，煞落一直改名，改到即卖变做国家语言。但是不管名安怎改，拢无去意识到台语应该是共同语，一定爱甲即件代志，甲伊就是讲咧政策上一定爱意识到即件代志。予台语全面恢复到咱的生活中，予台语毋是予人感觉是族群语言。即摆就是一直咧，因为即个政策，咱常常咧，你若一个教育界，你常常听因咧讲台客源，敢若台语、客话、原住民语言拢绑到顶，办活动嘛拢绑到顶，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大家就会感觉讲，客人讲客话，原住民讲原住民语言。啊，像讲台语，台湾人讲台语，啊，唔对啊，阮嘛是台湾人，所以永远就是伫个即个问题内面，一直拢说袂出去。所以我感觉政策上要紧的，
就是爱予大家知影讲，台语本来是共同语，而且这共同语毋是咱咧凊彩讲讲个尔。对日本时代调查就看到，啊，咱莫讲到遐尼学术讲，哦，爱搁去看啥物调查。咱以咱家己生活个经验，像我拄仔讲个，咱就会发现讲，真侪客人拢会晓讲台语，而且毋是人逼因学个，是因为生活中伊自然就会晓。甚至真侪咱大家拢感觉讲外省人袂晓讲台语，其实毋是哦。最近嘛有一寡即个研究嘛拢有出来，啊，咱免看研究，咱生活经验其实，咱大家就会知影讲台语是共同，所以外省人也好，客人也好，原住民也好，其实伫咧华语还袂遮尔强势、遮尔普遍的时阵，伊其实拢会晓讲台语，而且毋是人逼因讲，啊，相当因会晓讲，因为这是共同语，啊，你的环境内面就有。是主任吼，我追问一个问题吼。最近因为这个语言，所以产生了真侪讨论，在政治人物也好，譬如讲这个总统赖清德，伊在这个民进党的这個全大会内面，吼，专程拢用台语来讲，吼，啊，然后就有人开始啊，就去念讲啊，你这不对啦，吼，袂使安尼，甚至对话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呐，吼，伊也讲，伊讲吼。无啦，因讲迄话吼，我嘛有啦，我就是我的闽南语啦，即用华语叫做源远流长啦，源远流长啦，吼，所以咱拢是中华儒语啦。像这项代志吼，咱应该按照来思考啊，趁这个机会在场嘛，咱共同来思考讲，我甲你可能有同款的即个源头，但是我可能即马甲你无啥同款。但是我就是主张，我要叫台湾话，安尼敢袂使吗？对啊，这代志其实无遐复杂啊，足简单。迄就是因为台湾人面对甲中国的关系，一直拢想无清楚，还是唔敢想清楚吼。就是讲，我上简单，就算讲是相识啊，两个嘛拢有因的主体性啊，而且相识啊是毋是愈大汉愈无共？好，啊是讲以语言来讲，大家刚才印尼的话或者印尼话对不？但是印尼话这个名其实是印尼独立以后才出现的。这个语言其实就是马来语，但是印尼人袂讲因迄是马来语，因嘛袂讲因是印尼马来话，迄就是印尼话。所以语言会通袂通，甲这两个语言敢爱叫同名，迄是两件无同的代志。哦，这就是爱先和大家有些了解吼。就是同款帽啊，同款相生啊，但是因为命运所来所致，所以叫无同款的名，甚至这同款的名无分大小，吼、哦、啊帽啊同款啊，你要治，爱不爱尊重这个历史的事实的吼？就来请教老师吼、哦，这个讲就讲他咧讲，即马国家语言法内面有规范啊。但是，即像他那柯主任所讲的，咱就无一个独立的地，无一个独立的地位，人其他拢有算，拢有即个委员会。啊，而且柯老师都讲，咱叫当作一个，唔是共同意来看待啊。但是如果今仔日，那主政者或者是讲大家有共识好，伊是共同意，然后政策上应该安怎做什么破败咧？那是一个共同语来讲吼，我想，甚至我咧讲就是讲，伊必须要表现出伊共同语的功能啦。哦，啊，这个功能反正嘛，无一定讲是伊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我感觉那是上个理想，应该是这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管理这个国家所有语言的一个机构。哦，啊，这个机构伊管理的可能包括讲共同语台语，或是讲即马大家普遍咧讲的华语，或是讲客语、原住民族语等等吼。所以，当来讲主持人这件代志，讲，假使讲咱来有认捌到台语是台湾一个共同语的地位的语言的时阵，安尼咱看到赖清德一直咧民进党全大会用台语发言，咱应该袂感觉遮奇怪遮对啦吼。因为这原底就是一个自历史到今嘛一个台湾的代表一个共同的语言吼。啊，反头讲个，我想要补充拄则主任讲的，主任刚才拄则补充是讲印尼甲马来话会通，啊，人都随人何名，你袂当管人吼。这种的其实世界上很多，我们知道印度跟巴基斯坦两个是死对头，其实他们两个这个印地跟这个尔度
嘛是会通的。啊，我就是要随人混名，你不能管我吼。我伫上课时，我拄到一个美国人，因倒是规个是对 Norway 移民去美国的，所以因也讲 Norway 话吼。诶，伊叫做 Anders 啊 ，Blomso 吼，伊甲我讲，因伫咧 Norway 时阵呐吼，因那时候就对 Denmark 卡来电话，是当直接讲话，所以 Norway 话甲 Denmark 话是会通的。但是我就要叫做 Norwegian， 我要叫做我都就要叫做那 Danish， 你别当管我。再加上做这几种咧吼，我想是别当讲，哎，因为咱语言会通，所以你都要叫这个号名啦吼。有人讲这个台语，你都唔是台湾的原住民的话，你凭什么叫台语？你甲我抢伊。嘿，对，啊，实际上吼，恁阿那有问啦吼，法语敢是法国原住民的话？唔是啦吼，伊是伫咧拉丁语意大利过啦吼。英语敢是英国原住民的话？那唔是啦。威尔巴当前德国。对，调顿的。对，调顿嘛吼。Anglo-Saxon 嘛吼 ，Anglo-Saxon 甲 Jute 移民去英国嘛吼。所以今仔日那小人主张讲，你定下叫闽南语，还是你定下叫做台湾闽南语？安尼英语袂使叫英语，爱叫做英国。安格鲁撒克逊语哇，啊，这大家都要算这新社都算不完了。对啊，要算新社来讲，全世界语言的名拢啊改了了吼。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基本上啊，当然到大家爱对语言的号名关节吼，啊有这个国际观啦吼。唔通讲干那要徛台语这个名，啊拢唔知影讲这个台语这个名好起来，其实对世界上其他语言的号名关节来看，并不奇怪啊。大家原底就是用地号名去号迄个所在共同语嘛。即英国是安尼做，法国是安尼做，意大利是安尼做，越南嘛是安尼做，多一个国家唔是直接做工作做语言的，啊，但是拢以迄个地号名是国名来号迄个语言的名，所以台语这个名并无奇怪啦。是，王老师，你甲咱讲吼，你找这个英语的这资料内面吼，伊写了啥物？伊甲咱讲讲到底这个台湾话吼，他人外国人是安怎来看待咱台湾话这项代志？我今日准备来是无准备这個，我是刚准备讲来这。不要紧，老师你讲，你写这個菲律宾 English， 因为讲咱人 language 哦。是。我听你三十年都听过呀。嘿。哦，啊，我这那要讲外国人安那看台语哦，我来讲用迄个较早期的荷兰时代。嘿。哦，荷兰时代出语的，荷兰人嘛也讲 Chinese。哦，嘛也讲 Chinese。哦，啊，但因的 Chinese 含咱含咱的讲 Chinese 同款。啊，你敢听好？我，好，譬如讲，我你吃饱未？那个才你，你吃饱了没有？那个是打打话。哦哦哦，伊真是因是打打了，哎。对啊，所以呐，叫迄个荷兰人的资料，因为感觉讲来台湾大拢是才你，拢中国人。哦，啊，即摆呐，那迄个中国这边唔是中国人，福州啊以北就是打打人。嗯。哦，这里做出员，荷兰人特别，我拢用彩礼节通书，啊，甲泉州、漳州话拢会通，但到福州来话就袂通啊。好，啊，主要像外国人就十七、十八、十九，对中国语言啊，不一定介清楚，不一定介清楚，因为包括日本人甲二十世纪，因的客语甲广东话嘛，都搞不清楚哈。哦，啊，所以我想国外因的分成，蛮应该唔是咱的重点。啊，主要是会当补充来补充这个，咱主要来讲嘛，讲对我这阵人台语有诶无啊，我知影。啊，即我用长久着听，啊，听讲有诶原住民甲客人感觉不落，现在他台语，敢若你即个啥，即款会当来你独占安尼无？我讲好啊，无安尼，我嘛正常讲会当共有啦，啊，共有了就无客话啊啦。哦，对无？你客语嘛做台语，啊，就无客话啊。啊，你原住民啊，迄个百万哦。啊，是讲这个啥？卢凯，你若讲卢凯就是台语，安都没有卢凯语了，对吧？啊，啊，看你要是要爱，要占这个台，要参第一台语的无啊？啊，你将你的台湾的话甲变无去，看你变安尼无？嗯，啊，我从这些呢，伊包括其他跟对啦，一个老教授讲的讲，真侪迄个语言的名含地名含长久以来外来情况有关的，唔是讲你话。要爱啥就啥，啊！若要画爱啥就啥吼，安尼语言学会乱去啦，语言学会乱去。哦，这是我做来补充这个这。是，但是老师，我他看了老师传的这个资料里面吼，其实在文字的记载顶头，吼，那清朝人因的文字记载，比如讲1852年啊，老家无一下海音诗啦，伊讲吼，乡。吉祥书
哦，该用红菇粿，台语菇哪菇哦，即海菇的菇啊，那个鸡煮的鸡啦，哈，哪菇啊，啊，取着菇宅之意啦，哦，就是讲我有通啊讨趁啊，趁真侪钱啦。即台湾人讲菇哈，亲像菇，即其实咧用了真素常咧。即在因的记载里面是用了真素常哦。啊，我知有个人是用这个证明讲，伫迄个清朝一般我书都有台语这个用语安尼嘛。啊，但我是安尼啦，包括我们怎啊劝讲，你要去记台语的无啊，啥有诶无啊，较小心者哦。啊，要用即句话讲，老家婆伊所讲的台语就是啥？一般我书都台语安尼，可能啊，照阮的观点是唔对。伊台语是台湾讲，台湾人讲啊，台湾人讲。台湾人语就讲，唔是咱的民俗的啥，懂事啦哈，哎，还是懂事啦，啊，但若讲这個，无代表讲一般我是未懂，我顶得较早，较早因讲台湾人，清朝政府都承认台湾人啊，啊，所以台湾人讲大多数，台湾人讲叫做台湾话，客人讲台湾的客人话叫做客话，足清楚。哦，啊，所以我们来讲，迄个要资料，当那一个要大家以后要过去查历史资料来去查讲嘛，讲即有台语无台语哦，我尽量较小心的安尼哦。啊，较小心以外嘛，无一定爱去予政治吓惊着，像中国因迄个中国外交的，迄个啥，外交代表。国务院发言人。哦，伊在讲什么啥？讲哦啊，即拢恩怨的流淌着哦，大家拢同款。诶，啊，人全其他国家唔是安尼，人拢大家拢清楚是讲德语甲荷语。搭倒去，吼！啊，人拢你讲你，我讲我的，吼！伊嘛讲我拜好做加鲁曼，吼！啊，你看包括迄个啥，迄个荷兰话和比利时话拢同款呐。啊，比利时用伊的话好做啥 ？Flam， 吼！啊，话同款。啊，因为我拜叫 Dutch， 我叫做 Flam， 哦，啊，德语讲我做 Netherlands， 啊 Dutch， 哦，啊，所以这个语言讲。我有长久外来的看法，后来在地人佮接受变家己个，啊，佮另外一种啥，讲到尾啊，一个在地人因家己个主观，哦，啊，即世界拢真侪即款例，哦，所以你免倒来食豆腐啦，免倒来食豆腐，是啊，安顺吼，咱还要看到即资料内面吼，有日本人来对台湾的知青啊看的，但是即马。政治上，他都柯老师加即老老师啊讲，台湾话即马在政治上或者是政府内面的即个安排内面，拢真欠款的。恁敢有啥物主张啊？先呼吁讲，希望会当做啥物较合理的即个安排吗？哦，是吼，但若是讲到这個，咱就会当看一个图吼。这是2020年来进步做的人口的调查，伊嘛同时间有调查伊的伊的，对，所以这就是，啊，伊迄是统计讲，就是会所以台湾，啊，咱会当看到，咱台湾讲台湾话的比例就是青色这条啦，就是1955年以前生的人差不多有66%，啊，就开始愈来愈少嘛，到就是上少年的，伊调查是2020年调查到6岁啦。就是即摆2020年到2014年生的人，敢若剩7%有咧讲台语啦。啊，我家己囡仔即摆差不多要3岁，啊，实际上伊拄着共个呢，差不多我看可能1%2%啦。阮伫公园大定拄着，阮伫遐讲台语，我捌就好做侪囡仔问讲：你们是外国人吗？你们讲的是英语吗？即定阮若是讲台语强个家庭，即差不多是阮逐工拢会拄着个代志啦。那既然咱是一个正常个国家，即条青色个线应该是直直个啦。就像开头因老师讲个，就是台湾话台语原底应该是台湾社会共同意，啊伊就拄着一个无正常个现象，会变成伊安尼讲落来嘛。啊，虽然现在就必须爱做一寡政策甲扭起来嘛，就是卖互伊安尼直直落去嘛。啊，这几单其实政府在做个，譬如讲，阮家己咧找幼稚园，伊有做即个台语政。最小的幼稚园有效果，愈来愈侪幼稚园愿意加入，讲阮嘛要就是讲用台语来上一挂课，带一挂活动。啊，毋过即摆到幼稚园尔，啊来小学咧，来国中咧，来高中咧。所以讲，咱政府要安怎鼓励讲咱的小学、国中、高中嘛，拢爱来就是推设相关台语的即个课程，好，就是
当然上好，比如讲即卖高雄讲要设立一个专台语的小学嘛，这是一种。啊，其他的好哈，你爱好因就是有即个意愿去设立台语的班，甚至用台语教其他个，唔是干那一节台语课呢？咱拢知影一礼拜一节台语课是做。无够啦，无可能会当改现即个现象嘛。你变再去鼓励遮个学校，愿意用台语上英文、上数学、上物理、上化学等等的迄落，啊，就是比如上简单就是钱给学校啦。即卖就是学校，若是有啥物经费会当申请，拢会过来去做。以我看幼稚园的现象，即卖是安尼。啊，这是学校教，等于讲处理，就比如讲咱台语家庭，有咧推销拢做过来咧做。毋过若欠缺学校一点。基本上真歹改善，咱即卖拄着即个问题。是是，算进柯老师、柯主任吼，主任，嗨，嗨，我要甲你请教吼，即卖咱咧推算即个台语吼，福建，你认为以口算吼，就是讲咱口语会讲，还是手会当写吼，较重要，还是讲无？唔是安尼？是社会安排，譬如讲，咱的商业的机构，还是企业，你会当优先，譬如讲，你卖这个饮料顶头，你会当拍这个台语字，我就会当给你某种程度的补助，创啥物？这种社会功能的这个区隔，或者是讲，你考公务人员，你会当认证几级了，我就给你加级，安怎安怎？都到底是因为会当做就太足济啦，吼。啊，这个政策上有可能也是规盘鱼啊转转头，到底倒一种工作是上重要啊？马上要去做。好，我感觉马上要去做的，就是吼，因为其实咱真侪，即马差不多45岁以上的人，真侪人啊，阁是有即个台语的口语的即个能力嘛。啊，但是大家拢唔捌学过安怎写吼。啊，但是嘛，唔是讲拢完全看无，因为台语真侪汉字吼。啊，所以我感觉。学校书写的部分咧，学校遐一定有咧学啊。啊，咱即个较中年以上的人，你若是生活中有接触，你慢慢啊会看到，就慢慢啊就会晓。啊，但是讲，我感觉讲是上紧的。咱看足侪语言福建的即个例吼，你不管是即个 Irish 啦吼，还是讲即、這个。欧洲其他国家，因大部分拢是迄个语言，拢已经无母语人啊，拢已经是就是流失足久足久啊。啊，但是台湾有一个足特别，所以就是讲，咱其实还阁有两代的母语人吼，咱应该爱好好啊，互即挂人甲台语讲转来，啊，要哪互因讲转来吼，就是咱即个环境内面吼，不管是商业啊，去银行啊，咱去买物件吼，拢应该爱有即个环境，讲转来就会足紧的啊。即、这个书写的部分，就即摆学校咧上，啊，阁有像咱台语台，大家愈看愈惯习，就会当撒开吼。啊，时间过，学校嘛会愈来愈侪人学嘅。所以我感觉口语恢复，大家有讲口语的即个环境是上要紧的。啊，但是要安怎互大家要讲呢？我感觉态度就要紧。啊，我感觉上紧的政府的头人拜托，会当直接公开场合，吼，是即个讲互大家看吼。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知影讲台语不是干那咧教室咧讲，而是文化活动咧表演的语言，不是安尼。啊，当然上要紧，伫政策上一定爱注意讲台语是共同语，但是台语即马流失较足严重，结果连一个组织单位都无。是，所以这组织单位听，这个转来到老师所讲的吼，无一定是组织一个委员会，那么。无这个委员会就无医生啊，在行政的这个工作就是安尼，所以组织一个专职的单位，但是会当容纳各国语言来做一个主管单位，哦，这是你的主张嘛吼？但是你有同意讲应该爱鼓励在商业、在企业、在民间买创这个物件，唔那是学校，因为吼老实讲，学校即马一个头两个大啦，头毛小啦。啊，原住民语言啦，啥啥拢难做位啦。如果若无即个外口即个传念，吼，即个势爱甲做起来了，我想对学校来讲嘛是懵懵啊，甲你做者，懵懵啊，甲你做者。我唔知你有认同即个想法？我的想法是安尼啊，就是讲一个语言的未来是伫个少年人，啊，不过少年人吼一般伫咧学校时间上济啦。啊，你讲即个势要哪做吼？台湾人是经济动物。
所以你若要教因讲道理、讲文化传承语言最重要，因听甲捌可能台语嘛已经袂了。所以我感觉政府即摆应该做的吼，就是讲，让少年人伫咧学校使用台语学习，吼，像就最近这个高雄市政府讲要成立台语的学校，吼，用台语来教各种科目，吼，让学生伫咧学习的过程中，就自然接触台语，听到台语，使用台语，吼，安尼对少年人接触台语的迄个机会才会提升。但这个咱这老一辈拢过去了，即个台语的少年人，因会继续去咧讲这个语言，吼。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当成，就是经济动物嘛，吼。所以你唔那是爱用阮台语学校台语实验班的成立，你爱好有补助，比如学费全免啦，课本你嘛免出钱，佮有你奖学金。发动机啦，吼。诶，新学个佮有奖励哦，吼。啊，你去遐教的老师教职员吼，诶，薪水嘛拢加成哦，啊，所以大家拢。哎，做加一个听到，大家烧钱要去读迄个学校，哎、欸，这个语言就活落来。啊，其实吼，大家免烦恼讲，我用台语学习各种科目，我敢会学业要成就，敢会降低？咱看香港就知，香港过去拢是用广东话在学各种的科目，包括学中文嘛，广东话学哦。咱去看香港过去的 PISA 吼 ，PISA 的成绩就好。所以表示用什么语言去做各种科目的学习，哎、欸，咱用国际上的数据来说服家长，说服老师。而且呢，透过奖励，让大家烧钱要去读这种用这个在地语言在做教学语言的学校，啊，甲去遐做老师，我想这对少年辈嘛是一个足大的改变的机会。吼，这是除了补充，除了柯老师讲对老一辈的做法，我感觉少年辈当政府真正当安尼去做，而且这个医生袂讲介济，比起咱老二伫咧，老师都会替政府想讲，卖开伤济钱。因为咱落华语英语遐几啊百亿，这我相信免偌济。哎，大家反正伫少年辈都对吼，你个改变，搞啊，就为着讲爱爱个双语国家了。哎，是啊。但我要请教吼王老师吼。根据我所在，整个东南亚其实使用这个台语文的台语的，其实人口也真侪呢。吼，老师对这个，比如讲印尼的华人，会讲福音叫福建话也好，还是讲新加坡吼，还是讲马来西亚，这群人，咱如何要来用这个咱的台语文来对影响？因为咱嘛有这能力，他文化输出啦，吼。啊，嘛有通啊，甲因交流啊。咱应该用这什么方法？尤其过去，其实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就知影，这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这整个这个大海域，拢是这活动的所在。老师安怎个看待？好，那要安怎来做？因为我是讲，咱咧主语的台语，不是干那藏伫迄个啥，咱台湾本岛尔吼，包括中国对话，吼，嘛是会当做咱的啥。一个共同讨论的所在啦，啊，但中共这边都，那么两边都要嘛，哦，他讲就讲你是王健，啊，都无法度嘛，啊，所以那东南亚咱菲，咱讲菲律宾啦，吼，还是讲这个啥，这个新加坡，对，讲印尼啥，因拢也有咧讲这啥，作为福建话，嗯，好，啊，我从这以后呐，要个我的观点就讲，用个交流啦，啊，个交流，啊，交流了。等因看这个机构，我来祖先真正是呐，共个祖先，像我咧研究内底，我发现讲啥，迄机构有些哪含菲律宾的哪拢有关系。啊，后来因为啥，迄个国家建立不了，大家再无咧联络。哦，老师讲迄南靖的哪哦。嗯。哦，所以拢有渊源的。拢有渊源啦，哎，都咱伫十六、七、十八世纪了，因就对啊去往日本移民，往菲律宾，往东南亚。哦，所以咱讲台语，我从会当做用台语做中心，过来去联合遮个啥，这个是东南亚，啊那会使中共这边来看，啊那无法度吼，都想讲目前，啊那安尼我会较注重讲，可能咧啥，用委员咧啥，这一定爱成立。好，那阮的观点啦，因阮他三十多年来，无啥敢参加台语的迄个啥，伊就讲团体，大家拢家己的拼家己一个。下凡，啊，我是较徛伫教会入场，啊，我教会足方便，我来点一大堆，啊，我来含伊参加嘞吼，又个回乐龙，啊，但是喏，无参加，我感觉讲嘛有必要，我爱参加时阵教啊，因为喏，因那么找字，吼，要找字还要找音，目前无一个国家的干涉，因你知影语言的成立吼，一定要有教育部，啊，是讲一个语言学部来规定，啊，无你安尼吼。
你站喺迄个规模椅啊，转转车头，啊唔难嘞，阮即咧六七十岁吼，大家拢在念念讲啥，阮的这个 FB 内底吼，拢念讲哦，这台语足歹读个吼，啊，因那我嘛是爱负责甲人家老伙仔讲嘛，讲歹读都唔是啥，唔是民进党的责任，就古早以来包括中国，因为万人忙要找家己的啥，个字嘛真难考。所以以前我靠家己的啦，我就现在买有一个政府边啊，啊种政府公部门的力量啦，爱入来哈，主管。你无入来，以后你要用台湾做中心，含东南、东南亚，含这个啥中国，而且这个啥，这个特别是讲浙江，这个啥，这个。